天我们要与你分享的是瓢虫钓钓乐。这个啊，是木头制的哦，它很适合小孩的手眼协调，还有他的感知视觉。我们先拿出来看看吧。哇，这个都是它里面的钓饵哎，好棒的感觉哦。等一下我们看看它怎么办。钓竿。还有它的瓢虫，它这个还可以这样哎，好像翅膀哎，然后还有颜色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把钓饵放上去吧。这一包钓饵哦，我等一下请他们的小帮手来帮我放，好吧？好，来。好多。爸爸，我在包装吗？来，帮忙放小钓那个小钓饵。好，放上来。好，放吧。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是里面的，在哪里？好，三角形。还有嘞，我帮忙放一个绿色、蓝色。好，还可以帮我放好了，来，好，来放，好，放吧。来，好，这是什么？正方形啊，好，要放平平的，这样对。好，再放。好像少了一个哎，在这里，来。啊，不是它的颜色。没关系。我知道。哦，对，他有发现的颜色不一样。来，还有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的瓢虫就摆好喽。那我要钓喽。等一下就可以用那个钓竿去钓了。志宝现在在钓哦，看钓不钓得起来。志宝，你现在钓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再来一个。哎，紫色。再钓一个。好，黄色。志宝可以换弟弟吗？来换弟弟，来。一人钓三个了。对，一人钓三个，来，弟弟钓一下。然后一人钓，等一下要一人钓十个。嗯。我是这边。来，爸爸帮忙，好吧，一起，来，拿着。我可以先抽三个。黄色，好，棒棒。三。再来一个。这个可以抽三个。好，蓝色。这个可以抽三个。可以抽三个。好，再来一个。紫色。抽三。哦，好棒哦。给你们三颗。弟弟。我很棒这个。看看它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棒，对。好，找到字。找到跟它一样的形状哦。好，加油。三角形，对，剩下最后两个嘞，是吗？这个方向对吗？好，最后一个，航航来，星星。哇，航航好棒哦，他定好了耶，好棒的。这个可以分类。好，今天与你分享的瓢虫钓钓乐好玩吗？是吧？好玩。好玩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颜色很多，然后也很鲜艳，小朋友应该玩得很开心哦。那我们的瓢虫钓钓乐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